动哎，还活着耶，怎么办？还活着耶。哎，还不错哦。努力，不是啊，要怎么这样加力啊？往下去，啊，扁掉了，对，加油，扁掉掉了，没事，试试看。哎，这只鸭子不错，进步好，现在看我喽，预备，立正，抱抱抱抱，好，预备了，好，进步。嗯，哎，你这边怎么出去啊？不要偏线，心里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哦，好，然后。弯腰，还没有，这是最后一个点头的姿势。弯腰是高举起的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点点头，跳起来。哎，好，再试一次哦。预备，开始，记得，跟着，跟着。记得。好了，好平衡的，好平衡的，用力。很硬，我来看这把刀硬不硬。有点软软的哦。对，很硬。弯，尽力。然后你看你平，你弯弯的，我平平的，下面是平平的，好，对，弯腰，弯腰好像有摸到哦，点点头，很好，你再做一次，硬哦，你看你又打开，硬邦邦的，硬邦邦的，你看，又弯弯的了。用力，看，我很用力哦，我这样，用没用力？对，可是只有手，你先收进去。这里，弯腰，点点头 ，OK 吗？好，给我拿一个，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再给你一个砖头。我们要来建造城市，所以你要不可以摇动桌子哦。你如果摇动桌子的话，就容易怎么样？会倒。倒，再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建造几重新吗？你要盖在我的上面，还是你自己重新？我的先。你要什么颜色的呢？你要什么颜色的呢？这个呢？对不起。你要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好，那你先拿好，大拇指放在洞里面，对，这样子哦。然后你要盖在哪里呢？不要碰到桌子哦，你一直碰到桌子就会掉下来。你要记得哦，你越高越盖越高，好棒！越盖越高，就说要越来越高。啊！再一次，没关系。调整一下，没有啦，要这样子夹，然后夹这样子。看到吗？有一点点，然后眼睛可以看得到头，头头是蓝色，然后这样，我做不到。不是，你看我，你都变成，我不会，我不会呀。你这样子当然失败啦。我不做到。好，那你看我，再教一次，要先放上去，放直直，放上去之后再放开。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好，那你试试看，我帮你。哎，我给你一个地址好了。大拇指放在洞里面。好，然后等等，不要放哦，还不要压松，先放松松，先放在上面，然后再放开。你很简单吗？你要夹一点点，夹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全部的大楼都是两层楼哦，可是你想要高高的，不然会。到别的大楼，好，来拿砖块吧，用力加油，用力，对，好，到了，腿先黏住，然后手稳定好，肩膀稳定好，然后再慢慢放开。啊，我做不到，等一下，你又生气，等一下这个也倒咯，我不盖了，要加油，好，好啦，好玩。还要夹到我，我的我动动啊！啊，我不会。试试看。你刚刚快要成功喽。这样子不行啊，弯腰就不行。哥哥加油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你要跟爸爸用一下。不会。你要跟爸爸用。
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一个偷懒的方法。我们先这样把它夹下面，然后把它放上去之后，我把夹子放进去，再从旁边拿出来。好不好？我们用用看这个偷懒的方法，那就盖好了，不要再弄到它跌倒了。好，开始。你自己来弄，你自己弄，不然你会夹到我。我会啊！我没有。你要跟我看一样的。加油！我帮你把它放在中间，不要弄倒哦。小心。然后这个有他跟我看一样的，他有所用力。然后呢，老师要这个这个。给你看，然后我加油！我突然动手。我用的是这个，小心。哈哈，这个不要。